台南生活 KB 社区为着让民众在疫情期间会当随时方便洗手，所以社区所在的麻油搭佮加上地球精油，佮做出麻油搭精油地壳和 N G 式地壳，方便民众会当早伫身躯边使用。在疫情，为了让人家有随时可以洗手的习惯，就开发一个以麻油搭下去和茶树精油一起制作的香皂。KB 社区麻和农民开发欧麻油、欧麻清油、够麻糊等等的加工品，而且嘛自创品牌来推广地方三宝：有麻、乌藤、葛玉金。今年社区嘛专工开发出有稀奇的好地雷鸭。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把社区的一些产品推销出去。生化 KB 社区开发出麻油搭精油地壳了后，尤其是那 NG 型会当存出来方便收的地壳，上受到大家介意。即马嘛变作大家防疫期间洗手上好的工具。